你们还要什么尽管点哦，是吧？ 你们怎么不吃啊？看他就饱了，没看过男人吗？当然有看过啦。可是像他这么帅的，有多看几眼？那你又看什么？第一次带男朋友到家里来见家长，当然要好好鉴定鉴定啊。他不是我男朋友啊。哎，吃啊！不是要先照顾他们吗？ 他们会自己来的，啊！让我来吧，反正我跟张博还有宝英小妹妹都已聊过天。嗯，很懂得孝顺老人家，难得难得。哎，赶快打包回家，再不努力点，很快就变成老姑婆了。我一个人过得很开心啊，逍遥自在的。 有些人嘴巴上说自由万岁，可是又去到人家家同居。哎，他睡他的，我睡我的，好不好？这个又是谁啊？我是谁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如果你要有进展的话，就要主动一点。嘿，来，插一下吧。哎，幼稚鬼。 如果我还活着，肯定对这个男的。嗯，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哦。看够了没有？他们撒狗粮，你们都吃不到。用眼睛看就是吃。看过瘾。啊，好了，走了。这，我自己来吧，谢谢。 你一直都是这样吃烧烤吗？嗯，一接到一宗生意，拿到钱就会请大家大吃一顿，谁有空就会过来一起吃吧。从来都没有人陪你吃吗？你是第一个，也应该是唯一一个。只有你可以接受这一切。我相信，只要你愿意，一定会有人想跟你交朋友的。那时候你就不用一个人吃饭。 也不会这么孤单了。一个人也没什么大不了啊，自由自在的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